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二 Robots 竞争者啊！今天呢，我找到了一位可爱的妹子，哎，虽然她头发现在不见了，这个竞争者呢，很容易把这个我们放的配件拔掉，可能就是因为啊，我们在打架的时候，像我们的 Hitbox 都是一样的吧？对，我今天找到李光，我妹妹要来跟我对决啦，妹妹。我变强了，对，妹妹现在秃了，所以她变强了。哎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妹妹飞下李光啊。那之前呢，我们很常办一个那个，我们经常办夫妻对决嘛，还是还有办兄妹对决。今天呢，我要找我妹妹来兄妹对决啦。各位最喜欢看对决了，对不对？那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妹妹哈，你不要看她是个女生啊。射击游戏肯定很烂吧？没有，跟你们讲，我妹 Apex 可是有白金段位啊。然后他的瓦罗兰最近也玩到白金啦，他一个白金的样子啊，他一脸白金样，你看，一脸白金样，对，哪里白？然后这款竞争者呢，对只要有玩 Apex 或瓦罗兰的玩家，其实是蛮友善的，他的射击感觉，当然对手机更友善啊，玩手机游戏的人直接可以开自瞄，对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我们今天是用电脑对决啊，我们来跟妹妹决出，看到底谁啊？这是准度最强啊啊！今天我们来兄妹对决啦，大家来下注，没错，你们下注，你觉得我跟我妹到底谁的枪法好？好，在下方打小光赢还是李光赢啊？那如果今天有下注成功的话，哎，没有怎么样，就是你比较厉害，比较会赌，哎，但是呢，今天啊，虽然没有跟你们有赌局，但是我跟我妹有赌局啊，没错，妹妹，今天要是输的话啊。把你的存款1000块拿出来，我们要赌上我们一张小朋友台币1000块的对决啊！今天要是哥哥啊，不要这样啊，让你啊，哥哥要是赢了啊，哥哥要是赢了拿你500就好，但是你要是赢我拿1000给你啊，一张小朋友啊，我这么好吗？没错，你如果赢得了的话，来啊，那但是因为妹妹才刚进来，她什么游戏都还没玩过嘛。所以呢，妹妹的武器一定是最初阶的，所以我今天呢也是强制我妹妹拿突击步枪，我就拿突击步枪，有没有？哥，你的等级怎么跟你岁数一样？哎、欸、啊，是吗？有这种事情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没有哈，我还没35哈，妹妹你乱讲，我还没35。哎、欸，那我们今天就是35岁对上1岁的对决啊，看他1岁的反应到底强不强。好啦，那妹妹我们就来开打啦，那我们3战2胜啊。因为这个一场是五局决胜负嘛，那打赢一场就算一场胜利，那只要谁先赢3场谁就赢啊，好，那就是5战3胜啊，那各位你们赶快下注，你们觉得我跟我妹谁会赢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， Ready Go。 嗨妹妹，我们就先选竞技场啊，啊，新手就先选竞技场比较舒服啊，来啦，妹妹拿什么？拿突击步枪、手枪，然后拳头跟手榴弹嘛 ，OK， 好，没错，那我们就开始啊，这是我们的第一局，哎呦，哎呦，妹妹，哎呦，妹妹好准啊，哇，杀死一滴就打赢你了，哇、哦，我刚看到妹妹有调准心哎，哇，她调一颗那个，一颗，哎呦，妹妹很凶哎，不愧是哇，有白金的女人。呜呜呜呜！妹妹好凶哦，妹妹好凶哦，要想赢想疯了，想要1000块，哇塞，可恶，哇，2-0了，啊啊啊啊啊啊啊吧！妹妹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妹妹，哎，妹妹你在哪、啊？妹妹你在哪、啊？妹妹你在哪？妹妹你在哪？妹妹我看不到你耶，妹妹。哎、欸，哥哥。妹妹你在哪？妹妹。妹妹你在哪？啊、不行哎，明着来不行，一定要暗暗，一定要偷偷来。对，要偷偷来。对。嗯。哎呦。是哥哥自炸吗？对啊，你知道他可以像瑞兹跳吗？哎呦哎呦哎呦！哇，妹妹好痛，妹妹不要！哥哥好痛，哥哥好痛，听起来怪怪。哥哥好痛。
哎哎哎，妹妹，你剩几滴？一滴。我还有500。你怎么那么多？哎、欸、屁呀、啊！你滴，我打十二。妹妹，这个说谎的小孩、欸，哎。哇！我剩八滴血。哎呦，好恐怖！哎呦，2-2啦，好紧张哎！哎呦，哇塞，妹妹好阴险哦！丢你一颗！哎呦，打蜡吗？哎呦哎呦哎呦，妈妈，妹妹躲在上面，你也会躲上面呐、啊，妹妹。你躲在上面。哎、欸！呜！妹妹不要！啊！妹妹不要！怎么还活着？等一下，按 Ctrl 啊，按 Ctrl 啊！啊 ，Ctrl 还是你是按 C 啊？我记得我预设是 Ctrl。哎 ，C 可以滑吗？你是用蹲嘛，对不对？用 C 用 C 哦。对对对对对，用 C。用 C。哎，我有教你啊。这个跟 Apex 一样，它可以滑跳。哦，妹妹不要！哎呦哎呦，我剩30滴血了，好恐怖啊，妹妹！哎呦，差一点！哎呦，准备要不习惯滑铲。1-06。哎呦，哎呦，妹妹丢手榴弹呢！啊啊，妹妹不行了，我剩一滴了，我剩一滴了，剩一滴了，剩一滴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一滴血了，妹妹，不要啦！哎呀，1-0了，妹妹500块，已经我差一点点。妹妹500块已经少了大概150，少了50块。来啦，来啦，让你啦，妹妹，走。我用小枪跟你打，我用小枪跟你打。好，妹妹，你选场地，给你选场地。你可以选后院啊，很黑哦，很恐怖哦，会有恐怖的怪物哦，真假的？对，会有 jump scare 哦。你看，真假的？你不觉得音乐？哎呀，恐怖对不对？那我要叫喽。哎呀，哥哥在哪？哥哥很黑，哥哥很黑对不对？恐怖游戏哦。啊，妹妹你在哪里？啊！怎么是我叫？怎么是我叫？我本来想说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行啊，妹妹你很痛啊！啊！不能让啊，妹妹很凶啊，小枪怎么打得赢？好啦好啦，再来，我就让你三局啊！如果三局我都打不赢。哎呦，妹妹，躲嘞，妹妹！哦呦，妹妹很躲呢。呜、哎，不行啦，很痛啦！啊！爸爸，你这个家伙，你都不会怕？等一下有 jump scare 出来啊！我怕，但是要先打赢，为了我的1000块。那个 jump scare 就是我。哦、哎呦，差点按错！啊！哦，很痛哦，妹妹，被灌满脸哦，整梭子都打在你的脸上了，好可怕！干嘛啦，妹妹？你要去哪里啦？听到你换子弹的啦！换子哇，不行，小枪打不赢妹妹。好，那我要掏枪了。这个妹妹哈、哦，看来是哦。这 Apex 没有白没白玩哦 ，Apex 没白玩，真的没白玩哦。但我觉得我白玩了。真的吗？对，我打哥哥，哥哥只有打我而已，又没打 Apex。哎呦，不赢哥哥了。哦，看到黑影就开枪。啊！妹妹换子弹啊！妹妹换子弹啊！哎呀，妹妹换子弹啊！哎呦，好险，我剩七滴血。你每次把我打得超级惨呢、欸！剩七滴血啊，哥哥。对啊，刚刚剩七滴血，个位数啦，我没有看到几滴血。哎呦，哎呦，
我跟你讲，我们的 Robux 观众都超强，他们每次都想要找我 PK 这个游戏。真的？真的，这游戏手机可以自瞄，合法自瞄，超扯。还有一个自动瞄准，你只要，而且你还可以不用开枪，你只要锁着。哇，你躲我、啊？你以为你在玩特战英豪、啊？哇塞，龟仔、yeah! 哦！我在找半天了，在跟你聊天，然后妹妹躲着。耶、yeah! 哦！哦，舒服吗，妹妹？我快死了、欸，好痛了！哎、欸、屁！怎么可能？我炸嘞、欸！啊，输了，一比一平手。好了，不能让了，妹妹哦，你看妹妹的天真 无邪的笑容，根本就是假的，是不是可以继续啊？哎、欸，继续吗？可以继续，可以继续啊？不行，继续就出来了。我出来了，听起来怪怪。好，走吧，出来要付钱了。现在一比一平手。好，来啦，认真了，认真了，换我选，输人选嘛，我选码头，码头姑娘，码头姑娘，小小的姑娘，忘记怎么唱了，如水呀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，歌好像不是这样唱的，我、哦、这张场地比较大哦，我们来打特战英豪，爬梯子，我听到了啦。哇，妹妹，你那个露半个头的哦！哎、欸、嘿，哥哥来！好卑鄙哦！好卑鄙哦，妹妹！耶！我现在是霓虹哎、欸！啊，妹妹，啊、这1000块一定要拿，是不是啊？要！哎呦，好想掏其他武器哦，算了。哥哥想要掏什么？我听到你的脚步声了啦，好了啦，妹妹不要再制高点打了啦，像个，哇，哇塞，你这个埋伏哦、喔，跳下来，天降妹妹，好危险哦，没有啦，哥哥跟你用一样的，只是皮肤不一样而已。我知道啊，可是你感觉你的很痛，你的好绿又好痛，听起来怪怪的。妹妹去哪里？哎，146了，妹妹，你是不是好像要死掉了？要不要死掉了？用自噬手枪敢堵你啊！在那里、啊？哎，21了哦，妹妹，500块要没了。啊，按错了。我的500块。妹妹的500块要没了，我要自高了，可恶！我看到你了。哦哦哦，好锁好锁，锁神管，干嘛啦？啊你怎么掉下去了？啊，好可爱啊！我真的会掉下去啊！太可爱了吧！孩子，哦呦，你是没玩过特战英豪哦？那个不是有一张场地会掉下去吗？原来它跟那张图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哦。哎呦，糟糕！妹妹嘞？妹妹嘞？听到你的脚步声了。你们听到我 爬梯子的声音？哇！你怎么在这？哦哦哦哦！没血了，没血了，我声音低了，滴滴滴滴滴。又是骗！我妹妹压过来啦，压过来啦！听到脚步声啦，还压嘞！哎呀，这样才说妹妹真的不行嘛！你看，怎么自己就跑过来了？怎么会相信妹哥哥的一滴呢？哥哥的一滴是98滴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嗯，这游戏它的血量跟那个、欸、特战一样，是150滴。是一样的，150。对啊，满甲。啊人呢？啊妹妹人呢？妹妹人呢？哥哥人呢？听到了。哎呦！哥哥，哥哥，怎么可能？我妹妹跟我想的一样哎、欸。干嘛啦？哇，妹妹，天降哥哥，天降哥哥，天降哥哥，撤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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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完就跑。找哪里？我在这里。哎呦，2-1喽！哎，不是啊，我人呢？这张图片怎么撤回了？我看到了一句透明的东西，是什么鬼？哥哥透明的。对，来喽，现在已经停牌了，妹妹。嗯，停
害。妹妹，你不知不觉已经九等哎，好扯哦。我好强。你已经九等哎，我九岁了，哥哥。妹妹，换你选啦。我选 O 什么的。这个我没打过哎，这个是什么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。这张我没打过哎。看起来很帅。好酷哦，从来没去过。岩浆哎，这感觉很难。有岩浆哦，哎，地板是岩浆哦。哎，我操，这个看起来很难哎。哎呦。怎么看起来像黑悟空的地盘？我听到你的脚步声了，妹妹。可是我看不到你耶。因为哥哥。我在哪里？哥哥在躲、啊欸。这个上不去哎、欸。你上不去啊？妹妹，我一直在听你的脚步声哎。哥哥不要听啊，哥哥。這你是要去多久？哎呦哎呦哎呦！不要啦！哥哥要不要对枪？来。啊！我打了一管，结果你没死，换我一管没了。哎呦，这个技术地图哎、欸，是吗？是技术。不要啦，妹妹，不要啦，你没子弹了吧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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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哎呀，早知道就丢手枪炸死你了。哎呦，零比二哎，妹妹好像比较擅长这种怪怪的地图，像魔物猎人地图。魔物猎人吗？这像魔物。这是灭镜龙的地图，灭镜龙的地图。对，打灭镜龙。好啦，妹妹别躲了，我听到你的脚步声了。哥嘞？听到你脚步声了。哎，哥哥嘞？天降哥哥？没有啊。嗯？天降？哎？哎？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妹妹去哪里？不知道啊，你在哪？我在你后面。不讲武德？哪有不讲武德？我只是找到你了，你找不到哥哥。哦呦呦呦！哎、欸，换子弹啊！嗯嗯，哇！妹妹好 baby 呀、啊，就看到一坨什么东西在那边，耶！不行，一坨哥哥。现在是二比一啊，肯定要马上拿下来这局。哎呦，哎呦，妹妹跟我血量差不多、啊。真的吗？嗯，感觉差不多。那你就要死啦，妹妹！在哪里？啊啊啊！那个啊，钱伯尔发式转移。钱伯尔会发式转移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妹妹怎么在那么高的地方？妹妹你怎么在这么高的地方？锁烂你了，妹妹！哎呦！开追了哦，成长指数。啊，好扯哦，哥哥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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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，妹妹很痛啦。很痛吗？很痛，真的很痛。哎呦！哦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啊，妹妹听白了啦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好紧张哦。Yeah. 不行，我一定要赢，我要守下这些钱。这局吗？对，哇哇哇！你这样讲武德吗，妹妹？不讲。我知道，我听出来你不讲武德。哎呦哎呦！哥哥呢？嗯，不好意思说，哥哥的位置不方便讲啊。真的？嗯，不方便讲。嗯，奇怪，跟丢你了。140，哇，极限极限，哇，差死滴血，我差一点，哇，好紧张哦，各位，我一定要赢。输了，二比二平手了啦！哎、欸，不是，好刺激，
个吗？这是什么地？这是这哪里？这哪里？哦，有看到你了。我看到我了。可恶，最终局了、yeah. 啊！最终局，我要选择炸裂、爆裂、炸裂、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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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裂！哎呦，妹妹很厉害，很凶残哎！如果妹妹有变强，对不对？妹妹，哎、啊，你觉得这个游戏你会不会想入坑？还不错啊，很不错，对不对？图就这些，是不是？目前就这些，但它可以到五，可以到一比一跟五对五。哎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帅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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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难啊！锁烂，锁烂你，有难哦！锁烂妹妹，有哈，有哈。喂！哎、欸，妹妹，这样好吗？哇！哇！极限，极限！哦呦哦呦！拿小枪枪，可哎呦，好恐怖哦！哎，好刺激哦！要掏，要换枪的哦。跟妹妹打不能让哎、欸，不能让是不是？对啊，没办法让你、欸。哦，还想让我？刚刚有让你一下啦。哦呦呦呦呦呦！哎、欸，哥哥声音低了、啊，不行啦、啊！声音低了，声音低了，声音低了，还有一百！哎呀，哎呀，三比零啊！要不要用小枪让你啊？好，好嘞，我才不要！哎、欸，四关一千块，妹妹的五百块，呜呼呼！哦，去上面干嘛？去上面干嘛？妹妹，我这跳不起来啊！啊哈哈哈哈！好痛！哇，哥哥爆我头！肯定要爆头的啊！哇，妹妹虽然是白金，那哥哥肯定是钻石喽！哦，要哎、欸，要吧？钻石！哎呦，钻石王牌！哎呦，哎呦哎呦！你看，你觉得哥哥玩 Apex 有没有搞头啊？有哈，有哎、欸。那什么时候哥哥要回去玩 Apex？ 打死都不玩，去死吧！不行了，哥哥没血了。哎、欸，要偷打、啊！法律规定，哥哥还没瞄准之前不能偷打、啊。好，让你一下。不不不不不！啊，来啦！不要说我对都欺负妹妹，不然等一下观众说我霸凌人。妹妹打不到我，打不到我，妹妹打不到我。哥哥已经消失了，这是忍术。哇啊！这、哦哦、不是你怎么也拿小手枪啊？来啦，再让你两局啊！我用小手枪啊！你要是输了，那妹妹这个五百块该给要给啊。好吧。喂，好玩。中，有打中啦！去死吧！喂喂，哎呦呦！哇，好了、哦，浪到最后一局了。有。哎呦，哎呦，妹妹有点凶哦。这个妹妹很凶悍哦，各位。妹妹努力。哦哦，猎头手枪，猎头自制手枪。妹妹，你要站那么高干嘛？哦。哎赢了！哦，完蛋！各位观众，五百块取得，耶、哦！ Yeah! 还拿个手榴弹？对啊，为什么是拿手榴弹呢？好嘞，各位，我们第一届兄妹大战啊，是以妹妹给我五百块，结束了。妹妹，我两场赢你，那你要给我一百五十。哦，那你只能，那你要给我350块，扣除有没有手续费？好，来，大家如想看到我在跟妹妹打第二局吗？妹妹，你觉得这游戏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你会想再跟哥哥再打第二届？好。下一次搞不好我跟你组队去打其他观众，然后我们被其他观众暴虐、啊、有没有？那可以耶，我们去打其他观众。可以可以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帮我们点到300个赞，我就找妹妹继续来玩这款游戏哦。啊，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可爱的妹妹哦。
虽然他现在是秃头，但他其实是可爱的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点赞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